欢迎回来，台湾真善美。今天的生命斗士单元要跟您分享的是一位神像保姆的故事，就是53岁的神像雕刻师傅林新来。他因为不忍心看到淘汰的神像被任意的丢弃，他是特别租房子来收藏8000多尊的神像。这位落难神像的守护者本身的命运却有些坎坷，出生的时候遇上了小儿麻痹大流行，导致左脚不良于行。为了谋生，国中毕业就去学神像雕刻，即使行动不便，他仍鼓起勇气走入人群，现在还从事童玩教学。现在就透过镜头来看他的奋斗故事。不用马达，也不用电池，只要手握长棍就会前进的铁罐车，是5、60年代的益智玩具。来哦，来哦，加强哦，来哦，来哦，顶哦！轻轻摇动就会发出声音的玲珑贡，是阿公时代卖冰的吃饭家伙。这较早是咱较早是咱一般卖迄个杂碎吼，还是卖冰，卖糕。因所用的道具吼，恁囡仔人也听到这种声吼，就会走来给伊买物件，啊，伊就免发个大细声咧。林新来制作的怀旧童玩，让这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阿公阿嬷玩得好开心，还要动手做做看。有人有分吼，大腹肚的成分吼，所以讲今仔要发材料。简单几句话就逗得学生哈哈大笑，教学幽默的林新来很难想象，其实是小儿麻痹患者，曾经因为行动不便而自卑，根本不敢像现在这样走入人群。我从1年级到国中哈，这9年哈，那个成绩单最后都同样的4个字，就是沉默寡言。那时候可能就是有一种自卑，就是说我脚不好，怕被人看到。然后上厕所都不敢进来，都要等到学校学生他们去上体育课的时候，还偷偷跑去，还是人家什么的，我还偷偷跑去上厕所。啊，那时候小时候都还常常经常尿裤子回家。今年53岁的林新来出生时不幸遇上台湾小儿麻痹大流行，左脚因此不良于行。但为了生计，他不得不改变原本木讷的个性，鼓起勇气和陌生人接触，到处上课教童玩。你接看麦啊，好看麦？哎，你接一下，好看。一天啦。哎，嘛真厉害！啊，你这灯头只，这弄一天，无你看透明，你看无。200嘛哈，来谢谢哦，祝你中大奖。没课的时候，林新来会陪伴同样罹患小儿麻痹的太太卖彩券。夫妻俩会这么拼，其实是有苦衷的。因为小儿麻痹让林新来无法和一般人竞争工作，为了求一技之长，国中毕业就去学神像雕刻。哎，我的话是我师父第一个这个自己残障的，但是一般像我一些师兄啊，他们可能他们就正常人，他们一直在赚钱，他们可能就学了一个皮毛，哦，可能他是学会雕刻这一方面而已，他就跑去外面赚钱啦，啊。然后我之所以会待到3年，我是想说，我学会了以后，我可能我以后我也要把我的技艺再去交给别人这样，然后除了自己可以，哦，成家立业之外，哦，然后是希望说这种手艺哈，哦，能够把它传承下去了。林新来扎扎实实当了3年多的学徒，15年前在家乡桃园观音创业，却不敌大陆低价神像的冲击而面临困境。本来一个月可以做到20几尊神像的，到后来进口之后，可能你一个月可能只有做到2、3尊或者1尊，哈，那你的收入就没有办法了，因为你要养小孩啊，哦，家里的经济啊都要靠你有工作你才有办法养。收入锐减，加上无法转行的无奈，林新来咬牙苦撑，只能靠标会接一些神像修补的工作来贴补家用。但老天爷的考验却接二连三，在最难熬的时候居然碰到倒会，一下子背负200万债务。我们虽然被倒会了，可是我们怕父母担心，我们也从来没跟父母讲，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拿去贷款，拿借钱来还那些会咖的钱。我们不能够倒啊，因为我们一倒了，规旁人也嘛，大家人的辛苦钱啊。
勇敢面对人生挫败，乐天知命的林金来当初靠神像雕刻成家立业，因此他格外不忍心看到淘汰的神像被随意丢弃，于是当起落难神像的保姆。在那个二十几年前，那大家都盛行哈，那时候有一些人就是他会去求神明啊，问名牌啦、啊，然后没有中奖的话就怪罪神明啊，就神明没有保佑啊，就破坏神明，甚至把它拿来丢掉这样。有时候丢到靠近水岸的地方，我们要去捡，要去拿起来，可能有时候会比较不方便，哦，可能会自己会有危险，会掉到水里面去。不顾危险也要抢救落难神像，林新来的执着让他收容的神像数量已经超过8000尊，家里放不下，还得另外租房子。这都这几天才退回来的，这几天退蛮多的，没有搭上去，没有地方可以走。原先的时候我还分层啊，然后类似做一个好像一个庙里的城市这样，旁边还要排两排啊什么的。到后来一多的话，你看一进，有时候一处理就是100多尊就一这样一进来，你看现在连走路的地方你看都没有了，就只有一个小小的走道而已。堆满神像的房间虽然看起来有些凌乱，不像一般庙宇庄严辉煌，但这却是落难神像最好的家。我就尽量哦，有空间就给它摆置这样哦。像有一般有人就处理的方式跟我不太一样，他可能会用火把它烧掉，火化这样。啊，我的处理方式就哦，因为我把它认为它是一个文化资产，它是一个艺术品哈，它一个宗教的艺术品，3头8臂的哈，这个就比较少，它雕工也比较不好雕，啊，这是齐天大圣，嘿，这真的蛮久的，这个年代可能大概50-6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像这一尊神像，如果照它风化的那个哈表积来看哈，可能就大概有700年左右哈。还在付房贷，却另外租房子来安置落难神像。林新来的傻劲让向来支持他的太太也不禁摇头。真的没路可走，我就站在外面啊！哎，真的应对他说：“我说，哎呦，阿文，啊，你那么多这样子，要请个客人来我们家喝茶，什么坐个位置都没有位置坐。他是这几年才开始穿支架，以前都撑着一根拐杖，他就在用跳的，撑着拐杖跳进来啊。”我说哦，那好辛苦，那每一个人跟你这样子的话，那有办法跳得进来吗？好像跳格子一样跳进来呢，真的很满哦，满到堆到那外面。说啊，到时候我看门哦都没办法关了。直到古片《猛甲》还有《流浪神狗人》前来租借上百尊神像当道具，林新来的坚持才被看见和肯定，甚至吸引厦门大学的教授陈之平特地来台选购。他想在他们的厦门大学成立一个台湾的信仰哈一个馆，那时候大概就130几尊，大概花了10几万左右而已啦，也不会蛮高的这样。反而他可能找包运输或找包装公司这样包装的话哈，可能那价钱超过我买这些神像的价钱。来，开戏，弟弟，哦。用爽朗的笑声感染身边的人，在林新来的身上看不见过去的自卑，只有乐观自信。他努力成为艺文达人，到处开展上课，甚至带领社区老人圆梦。小时候做梦说梦自己会跑会跳，而且不用撑拐杖，真的小时候梦在做这样梦。40还是你没有办法说像一般常人这样追赶跑跳碰啊。哦，我们还是要一步一步来。他踏出的每一步虽然并不完美，却因为认真，走得比你我都还要踏实。